春天最狠的掉秤法，一个月减掉21斤。肥肉最怕两种维生素，常吃这两种维生素，一种燃烧肥肉，一种对抗肥肉，让你咔咔掉秤。不管你今年是30、40、50还是60岁，这个方子都好用。你不要再去相信外面什么减肥课、减肥茶，让你恢复身材，那些又贵又受罪，关键是还没有效果。如果你现在肚子大，吃的很少，但体重还是不往下降，代谢越来越差，肚子上和腿上的肥肉越来越多，咱们不要着急去花几千几万报什么瘦身项目，你直接去买这个东西，人和维生素 B， 它里面还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B1、B2、B6、B12。维生素 B1 防止继续增加肥肉，维生素 B2 主要负责燃烧肥肉，这里面还添加了烟酸、叶酸、泛酸、水飞剂、谷胱甘肽，特别是谷胱甘肽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垃圾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我们身上的脂肪就会一扫而光。最关键的是20年的上市品牌，相信国产，吃起来也更放心。同款就在视频的左下角。